東方 Emeryville 有一間一房可負擔公寓重新放售，劉瑩報導。公寓位於41街1007號，臨近聖帕布 Avenue， 建於2005年，有一睡房同埋一浴室，面積有668平方英尺，售價為341,700元。HOA 物業管理費每月為532元，公寓附帶一個停車位，公寓業主可以自行安裝洗衣乾衣機。申請人年收入限制方面，一人家庭不得超過93,850元，兩人家庭不得超過107,250元，三人家庭不得超過120,650元。申請截止日期為11月25日下午5點，詳情可以登錄本台網站 ktsf.com， 在揾屋住專欄下面點擊呢一則報導查詢。26台記者劉瑩報導。而家喺美加各地都可以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 26台嘅精彩節目。三藩市灣區嘅觀眾可以透過 KTSF App 或電視收睇，其他地方嘅觀眾可以透過 SBTV App 或上網 sbtv.ktsf.com 收睇。